哎呦我的天啊，这个嗓，救命！嗨。给你们说一个背包，就是我这次住的地方，不是上一个住的酒店，也清洁。嗯，是的。这你们都能看出来，给你们欣赏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不该没有露出来，应该就只有我的药。并且我跟你们讲，这不是最难过的事情，最难过的事情是这个酒店没有 WiFi，我现在拿流量在直播。对，我当然流量不够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过流量的那个什么，我感觉我这个现在有点想这个在口袋四八买一个那个流量卡，就是那个免流，不知道开直播免不免流。并且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人是一个强迫症，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我们俩这个床对面就是一面大镜子，我很难受，我这个盯这个镜子已经盯很久了。对，我盯这个镜子盯很久了。给你们欣赏一下，就是这样式儿的。这是我们的床，这是镜子。就你们不知道，刚才我在这里面研，我在研究了很久。很复古，对，太复古了。主要是你这个早上起来这个时候，你这个一照镜子不会，就半夜你半夜起来不会被这个镜子里的自己吓到。别说了，我刚才很努力的想给它盖上，没盖上，因为它那个镜子后面就是它没有地方可以挂着。我在这里研究了一会儿，不然的话。我也不可能，这半天才开直播，刚才光在那研究怎么挂，怎么把镜子挡住了。对，我准备明天买个胶带，然后给它盖上。哪有夹子？哪有夹子？对，没有熟悉的窗帘，因为根本不住那个酒店了，因为住了一个别的酒店了。这只有一个枕头，并且这个镜子太大了。可以，当然可以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热水。反正这个挺复古的，倒是。没有啊，我跟那个谁，谢天一现在住在一起。不是，主要是他这个屋子就是这么设计的。我去大众点评看了一眼，他每个房间都是这么设计，就每个房间都是一面大镜子正对着窗。牛啊牛啊！
有被震撼到。我这刚坐下，我怎么知道舒不舒服？我睡一觉，睡一觉，明天告诉你。对呀，等他们过几天他们回来了，就是还是，就是，还是像之前在海口的那个一样。就是在海口，跟你们讲，我现在是纯粹是在用爱发电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流量。我根本从来不办流量卡，所以说，但是我现在流量直播，我这是真的用爱发电。你熟悉个鬼背景？我第一天来这里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背景。别装啊！真的是，我还没吃饭，不会换酒店。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就是住这个酒店。啊，这么快？他是不是在楼下坐的呀？怎么能这么快？我开直播之前点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点了个外卖，就是我在开直播的时候点的，就是开直播前一秒点的外卖，现在已经到了。就6分钟，他是不是在楼下坐的？你要尝一口，你要尝几口吗？米线。找个地方坐着。我不知道这地方有没有热水，这地方应该有热水吧？没有热水是不是过分了点？啊，我可以再进去。哎，这个光线很诡异。啊，这样还好。我把这个窗帘先拉上。是，我就在思考要不要买一个什么那种无线网卡。我刚才跟张希说，我说完了，我们这个酒店没有 WiFi。张希现在已经崩溃了。我感觉这个酒店应该是上世纪，不是上世纪，应该是90年代建的，感觉这个风格很九十年代。没有，它就是整个酒店，这个酒店十几层，整个酒店用一个 WiFi，但是这个 WiFi 连了连不上。你还不能说，对，你还不能说他没有。这不是角落房间，我看了一下，这正是正当间的房间。我还四处环绕了一下。并且从明天开始要激情热舞了。像要我们改了时间，我们之前不是9点半吗？现在改成8点半了。然后
可能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就是从今天之后啊，可能哪天才能直播了，不是哪天才直播，什么时候才能直播了，因为它改成了就是从早上8点半一直到晚上9点。对，并且你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楼下遇到了，就是别的女生，然后别的女生，我就他们就说，哎，你们怎么这么早来了？我说我们俩先来了，然后就问他们怎么样，然后那个女生很淡然的说了一句，哎，就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好的，这句话我震惊了。估计等我回去要变猛男了，这次腹肌肯定杠杠的，明显老烫。好的，好的。对，打工人第一天，明天开始的第一天，我在这海南吃的是东北云南过桥米线，我不知道跟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有什么区别。是米线，因为东北不管做什么，不管是哪儿的菜，他们都会做成东北的味道。比如说云南过桥米线，会做成东北味的云南过桥米线。配点麻辣烫什么的，他们做的很东北。米线加什么配菜？米线加那个好吃，加豆芽好吃。我只吃豆芽里的米线，不是只吃米线里的豆芽。东北味儿就是有，就是那种很浓、很香、有酱味儿的那种。东北怎么就是打锅乱炖味儿了？削你好啊！我来东北活了10多年，我都没吃过乱炖。吃的不错，我们家的炖菜怎么可能是乱炖呢？我们家的炖菜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啊，乱炖那就是什么菜都往里面放才叫乱炖。铁锅炖也没吃过，就是现在在家活10多年都没吃过。铁锅炖我第一次吃是在横店吃的。风还挺大，要吃米线。
海南怎么可能？哎，怎么会有人问海南冷不冷？海南当然不冷，这有什么可害怕的？我没有看全国电视剧。太烫。对，这有什么好害怕？对，我从来不怕这些。我竟然房间里面遇到过那么多，当时他没怕我。沙尘暴，怎么还能沙尘暴呢？这么严重，太烫太烫。啊，那这现在不是北方几乎都沙尘暴啊？我知道北京今天那个指数什么什么指数特别高，我知道，我看到。今天上海天气出奇的好，就是我记得这段时间从回上海到现在，在上海天气最好的一天。然后我走，晚上下雨，下雨很好，下雨空气清新。为啥晚上下雨就说明这个天气不是很冷，天不是很热。今天上海白天天不要太热，好吧？我吃完饭好久了，现在也可以吃。我可以把我皮包拿过来。没有网，我平板都没有网。天哪！对，我等一下拿手机开个热点，太烫了。小口吃东西其实很容易饱。你大口吃东西，你就趁他没反应过来，你就饱了，你汤一会儿下去了。小口吃东西，吃了你的胃一点点的感觉到，说哎呦有东西吃。你们说我买一个那种随身 WiFi 怎么样？就像充电宝似的那种。我就在这酒店住一个月，我还给他们安个网，我大善人。不，我要网啊，我要网。流量，我没有流量，主要是，我是大网卡，我一点流量都没有。我只有用腾讯的软件，不需要网。对啊，我这手机装不了第二张卡。
对啊，才知道手指纹用流量，对你。11 Pro 就只能装一张卡。哎，哎，那个里面是不是可以装卡？叫什么？平板儿。看一眼，我不确定。我这个好像没有卡槽，应该估计装不了卡。我给我的这个平板，我给我这个平板搞个那什么热点。怎么突然黑了好多？是我的错觉。是吧？嗯，好奇怪，怎么突然就黑了？这什么原因？也没开灯，也没关灯的，突然人就黑了。这可能是卡的。好，我现在给我连上热点了，可以放歌。我知道，我给自己再补个面光。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凉了，凉了才能吃下去啊！我现在我这个不凉，我都吃下去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到时候看一看自己，到时候看一下哪个比较便宜，然后买一个。当然没有，是老烫了。这放的不是宇宙少女的歌吗？
昨天的事儿吗？那你就拿手把这个盖住。这个不辣，你看我哪个动作像是辣的样子，因为它太烫了。不过我吃面很慢，我吃面总是会把它咬断，我不会就是一大口吃。那进阶，我怎么这样的刘海？我发现我只要一拉海口，我的刘海就像条青马一样，好难受，太潮湿了这里。那我就慢点吃。哎呀，但自己有点受不了，先扒拉扒。明天当然早起，明天要差不多8点起床吧。那不一样，我平常8点起床，我一般会在床上一直躺到9点啊10点啊，对，早8点半到晚9点。所以我现在正在晾晾它，不然呢。有点想念之前那个酒店。现在酒店比这个酒店亮一点，并且可以直接靠在窗帘上。对，我甚至开始想念之前的壁虎了。谢谢暖暖。你看，就有我保佑，也不是我保佑吧，就是有我这周祝福，就很容易轻松。补考卷子为什么会难？
你这个成绩过不过，就是跟这个跟自身运气和就是喜欢我的程度有关，知道吧？那肯定的。你如果没过的话，只能证明说你这个脸太黑了。对啊，为什么我房间好多老师啊？我可没说你啊，你不要这个啊，好吧？只字未提，可以啊，你想听啥？你还能赖账咋的？诚信做生意，让我想起来，今天我出门的时候还遇到了怀姐，她正快乐的去迪士尼，而我，然后到什么地步？到出电梯，怀姐跟我说：“好，你先出，出那个中心门，您先出。”十分忍让我。好嘞。那你就看你自己到底爱不爱，爱不爱看公演了。啊，都谁去了？谢谢。好嘞，该吃两口不吃了，吃太多睡不着觉。我要开灯了呀，这人最亮。但是我的打光灯没电了，我明天把打光灯充上电。什么欺负你？你没看见刚才？刚才在认真的吃米线，怎么了？为什么要？因为你说了，
那你要跟他们讲，你们说这是另外的价钱。你让他们给你送 UI 发电，你就给他们充五个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了不得啊，坐床上，床上可能是能用什么来着，能好一点。有没有光线好了一点啊？好多了。你连花痴剧都没听过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我怎么对不上？哎，对上，对上，对上。谢谢线送的皇冠。呵呵，呵呵，谢谢您。这是在做什么？这说明人家就是想要给我们送呗。你们俩怎么关系这么好的呀？真的好奇怪啊，这个头发，我跟你们说，在这个海口，它像反物理重力似的。不管怎么精心弄的刘海，到最后它都变成这个样子。对，它就是它很乱，就是我明明刚才夹好了，但是它一种就很就它就反重力，哎，不是反重力，它就遵循重力了。很讨厌，乱乱的，就强迫症很难忍。那我觉得我可能守护不住，我都怕他们继续给我染了，因为他们想打包就打包，他们不想打包就不打包，这我不能决定，人很难过。什么叫扎扎个就竖起来？那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啊？谢谢暖暖。我今天就播一会儿火，因为我明天要早起。怕明天受不了。好久没有这个又这么猛的运动了。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刚，我是去年当时刚来海口的时候，那段时间就是太猛了，
然后就真的是走路，我感觉我自己就是那个什么美人鱼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走路都想走在刀尖上，我的那个腿儿就是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的腿儿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很紧张。不是，那不是热身的问题，那我们每一次都热身的，就是他，因为他那个强度突然间很大。好，谢谢。哎。云烟成雨我放了吗？哦，刚才是不是放过了？哦，他是不是已经这首歌已经过去了？我刚没仔细，刚才没仔细听。没想这首歌居然是这样的。这是我今天的日推。这歌听起来是很转啊。可能是我刚才没有点到。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放了个很久以后，我刚点里面是云烟成雨，可能因为他活在我的这个歌单里面。怎么回事你这个有点令人难过。对，甚至我刚才没发现，一点都没发现。行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哎，并且这首歌后面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那首歌呀，为什么会突然间蹦出来邓紫棋的歌呀？后面也没有这首歌，好奇怪啊。那你就可以蹭蹭人家，蹭像蹭欧气一样蹭他。永不失联的爱，你想听谁唱的？哦，周星驰，谢谢。你肯定是这个名字的问题，你换一个，你换成个什么？你换成什么欧啊什么的？对，那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今年是不是犯太岁呀？
我只能想到这一点了。好嘞。这关我什么事儿啊？这与我本人有什么关系？我也没有运气好到哪种地步，好吗？那怎么了？那没有关系，这个之间是没有关联的。好吧。那是不是因为就是你知道谢谢你的皇冠，你知道有种可能性，就是比如说你的欧气是10000，你分我一半你也有5000，但是你万一你的欧气可能只有100，你分我一半人只有50了，就不及格了。有没有种可能性，你说说，起什么头衔？哎，有理有据啊，群里的头衔，你们群里都是什么头衔？我们你为什么又要听一遍？有这种爱好，今天给你放兔，6个字，我想一想啊，你随便起，我就随便起，就叫，不要随便，我刚才刚起了一个很随便的，想给你起名叫我不是大西瓜，结果你说不要随便，我没有灵感来源，就是脑子里面突然间蹦出来这几个字儿。那你就叫今天我当人啦。那你只要每天都像今天一样过不就好了？怎么看起来完全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啊？你们开心有什么用？感觉人家不是很开心的样子。你看看你们，把你们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虽然我也很快乐。
我决定明天我要戴着眼镜去，因为我感觉今天眼睛很干，我发现我只要一来海口感觉眼睛特别干。忘记拿眼药水，因为上次眼药水丢了。但是不知道为啥，我就是一来海口都眼睛特别痛，是跟眼压有关吗？太湿了，湿度太高了，所以说眼睛难受，不应该吧？我之前买就是那种人工泪液。那肯定是这边药店能买还买啥了，你这咋还挑上了你这？你不能给自己改的吗？我以为这种都是自己都就能改的那种呢。啊，原来如此。我等一会儿，我10:30就下，11点睡，嗯。这么一说，我突然忘记了，我又没有带那个什么，叫什么来着？那叫什么来着？嗯。那个叫什么，就是那个就是你洗完澡之后你感觉你自己干，皮肤好干，然后你往身上涂的那玩意叫什么来着，好身体乳。知道了，给你放5遍行吧，给你放5遍。嗯，你会把自己包的萨瓦迪卡一样。之前那个酒店是我举着洗，你要说只能一个月，这么苛刻，凉水我用过好几年。对啊，这个什么一两年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谁今天得低 alpha？ 是不是很有道理？这歌就是这么长，这歌才3:30，怎么就长了？你不能因为人家词少。一直就重复的唱这段，你就说那个什么，一个月就不能用了。可是我上次用的那个人工泪液还是2019年买的呢。啊，我用的是那种一次性的那种，就是它分装的那种。
就是它像那个什么一样，就每次里面只有零点几毫升那种。好，今天让你听兔这首歌。人工泪液，我这个当时这个液嗓子卡住了。这样这种东西很难找保质期的，我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保质期。一会儿喝个药。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，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，想抱人不允许我们的乖。啊，那我肯定做不出来这种事情，因为就算我买了我肯定不记得放哪儿了。你怎么听4000多遍？这首歌即使是前年出的，前年、去年、今年，那相当于一天要听10遍。这有点过分了。你好歹换首歌嘛。你看看他们总欺负你，好过分。哈，迷惑。这是在干什么？这是在说什么？震惊！天哪！我要是你，我忍不了，我肯定要削他们。你们真的是太坏了，小坏蛋。好，这首歌放了几遍了？有放一遍吗？我忘了。想听高山低谷谁唱的来着？我刚才突然之间忘了。好的，难怪没搜到，换个软件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我不会骑自行车，你却拿这玩意儿当头像？我觉得小主播放了吧，怎么可能没有放？我感觉放了呀。
放了，你看你看，哎，我放了，这肯定放了。对，他还说听不进去了 ，PTSD 了，怎么回事？突然这耳朵不好使。怎么还人身攻击人家？谢谢谢谢，不能人身攻击人家的好吗？谢谢你，嗯，暖暖，真的是。你们怎么每天在这个互相之间吵架？不要再打，要打就去舞蹈房打。谢谢。带上了吧，带上了。你还有四遍没给你放，我说的舞蹈房。但是我十点半就要下了，先给你放五遍，你就给你放这旁边，给你放五遍。怎么就无语了？怎么就无语了？谢谢的暖，我这个嗓。你解释一下怎么就无语了？对，明天开始就8点半，回来的话可能9点半了吧，我感觉。先下去，给自己先收拾一下，躺床上睡觉。晚安，拜拜。啊，这个房间的这个灯光真的好奇怪，耶，床头灯怎么只亮一个，另外一个怎么不亮？拜拜。晚安。睡觉吧，兄弟们。睡觉，拜拜。